近日，西班牙媒体 Plazadeportiva 消息指出，西甲劲旅瓦伦西亚有意中超一位外援，他就是来自北京国安的当家锋霸巴坎布。因为皇马新帅洛佩特吉上台后，瓦伦西亚前锋罗德里戈有可能被挖走，而瓦伦西亚希望签下巴坎布来防止罗德里戈离队造成的损失。27岁的巴坎布东窗成为了中超新赛季的标王，北京国安将其带人工体得到了惊人的表现，高效的进球效率一度让他成为北京国安夺冠利器。媒体还透露，北京国安对于瓦伦西亚的挖墙脚没有刻意去拒绝，但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带走巴坎布，必须支付转会费和当时引进巴坎布时向足协所交的调节费，至少在7400万欧元左右。这也意味着北京国安方面很明确，要带走可以，必须按合同办事。之前球队付出的成本由瓦伦西亚承担，尽管瓦伦西亚在西甲算是排名靠前的劲旅，但是要支付7400万欧的转会费也非常为难。同时，要想得到巴坎布，不仅仅要过北京国安这一关，还得过巴坎布这一关。虽然前往西甲可以获得更好的锻炼，但是如果考虑薪水问题，瓦伦西亚还不一定可以支付得起巴坎布在中超的薪水，而相信巴坎布也不会随意跟钱过不去，所以瓦伦西亚面对当家前锋罗德里戈被挖走风险，想要中超找便宜还真不是办法。话又说回来，北京国安的毫无畏惧也足以说明他们对外援合约方面的保护措施做得还是比较完善的，值得所有中超球队学习。